啊，奇怪，小平，我看你哦，规个头早拢在看景，一定足辛苦的。我替你早提了秘书来哦，还是讲你敢要搁有别人啊？拄好吼，有一个病人临时打电话来讲，伊赶袂赴来看诊，所以我即摆暂时无代志。小婷，咱斗阵食这提拉米苏，爸，可以用了。来，谢谢啊，多谢。你阁有倒位了艰苦无？啊，顶边你受伤，阁有啥物后遗症？后来吼，佩佩有请脑科医生重新替我做检查，你放心，我无代志啊。啊，你呢？最近你甲孙晨关系敢有改善？我无想要回去，嘛已经有两天无看到伊啊。这段时间，囡仔我暂时先请阮妈替我带。我嘛想讲，要利用这段时间，好好想清楚，看我甲建廷是毋是应该继续行落去。是讲需要，我甲建廷结婚了后，我才深深体会，当初你去有为着家暴还佫伤害时阵，你的心情。那安尼，我就用我过去经验来甲你分享，好不？在婚姻中，言语、精神、肢体暴力，虽然哦，拢是无法度防忍动的，也毋过，也是要了解代志的事实，状况才会当改善。其实哦，进前孙总伊捌来找我看诊，我感觉伊是对伊家己，也佮对你无够有信心，才会做出毋对的表现。小婷。其实我感觉出来，孙总真正足爱你的。我建议你啦，你爱加一寡耐心，协助伊建立信心。你吼爱给伊力量，帮助伊重新行出来。也毋过，即摆坐伫我面头前这个人，才是我一生上爱的人。方思瑶，你明知影我会当接受你所有的一切，也毋过你煞硬要甲我对你的身躯边撒开。真正不知道你在想啥，小婷，你一定要重新去面对这个愿意为你放弃所有的一切，来爱你、珍惜你的孙建廷。你看，伊甲小公主、甲小王子照顾到这尼好，伊阁想要和你，还阁有囡仔一个健全的家庭。你小冷静回想一下，凡世对的想法都无同啊。好啦。你讲的话哦，我也肯定心肝来啦。是啊，你敢知影？你即摆安尼，我感觉咱敢若搁等于少年的时阵。你是迄个我熟悉 Jasmine， 在我拄着问题、甲拄着困难的时阵，让你啊耐心来开导我 Jasmine。好啦，提拉米苏唔得紧食。小婷，你马上回家。就好吃，多谢你。我吃足久吼，要吃到这么好的提拉米苏啊。佩佩，啊，今仔要吃这么多，是几个人啊？敢吃会完？一定吃会完啦。今天曼娟啊，跟我珊妮伊拢会来呢，而且今仔日哦是最难得的姐妹的聚会，足久无做伙饮酒讲心事啊，我想今仔日暗时一定足欢喜的。啊对啦，我想讲买一个啤酒啊，个红酒配一挂菜，表姐家吼、哦、应该是无啦，啊稍等你来提醒我哈、啊。佩佩。原来咱是要四样遐聚会哦，那呢你也无先跟我讲，我实在
最近我才决定要认真甲健庭中心开始尔。啊，若是过去死后遐，我惊。小婷，你想伤济啊啦！今仔日只是姐妹淘的聚会尔呢，嘛毋是伊甲表姐两个人单独做伙啊。而且你毋是有讲，孙健庭今仔日按时要甲客户见面，你一人伫咧厝里足无闲的啊。咱只是互相开讲，讲心事尔。你莫想遮尔济啦，而且无对卡，你回去处理的时阵，孙倩婷嘛袂回来啊，伊根本唔知影你甲表姐有去过面。讲的嘛是有影的，是我家己想伤济啊啦。其实真麻烦，偶尔聚会嘛无啥物啊。想想的哦，咱这几个查囡仔，才经过无偌久的时间尔，各自人生起了变化。各自人生也有了不同。是啊，所以哦，你一定爱来，咱会当做伙开讲、讲心事，你的生活内底来较快活。你就会知影，你唔是一个人伫咧面对困难，你阁有姐妹淘陪你做伙面对，甲你关心，安尼毋是真好？对啊，那呢，我敢会当做伙就雅欣来啊？前两天我卖生日宴会点名，雅欣是一件真大件的代志。我咧想，伊应该嘛敢做官的，啊，借这机会带伊出门，互伊当心情放较轻松。好啊，当然嘛好。你看，你又惊咱买伤济食袂了，即马叫雅欣来，是买伤少。那呢，咱阁加买一寡。我最后一遍煮菜给你吃，也让咱的感情在这做一个最后的结束。小婷，做麻婆豆腐瘾都是怎啊？你跳紧啦！你看，这较好还是这？还是嫩豆腐？